是不是放不下？这躺着放吗？不敢躺着放吗？来呀，再拿个箱呗。放这儿，放这儿。这都行，不是不是，拿那个。来，脚还是放这里。找一找，找一找。好，两个打理脚号。来，让那个当事人看一下单子啊。是是，这个吧。不行，我给你接。该不该这样子放？对，干干。好，立上。竖起来跟他也是一样。这样放吗？你把这个酒放这儿，放这儿。平着放，对，这样吧。这是纪念币，纪念币十一号这个，这放这个箱子里啊。嗯，是吧？叫好啊。这是烧饼一块，十二号。这个啊，几号？这怎么样贴的？下面，下面。底没完。底要有纸，底要可以有。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不是。第十二是什么呀？烧子哦，就是这个了。写有十二。哎，接，贴上。打开，打开，看一下，确定。对。贴上面。贴上面。上面，好，这里。十二号。这个，这个，再拿个包，再拿个箱子，再拿个箱吧，再拿个箱子。一会儿那边放这儿，是不是？包放一起，包放一起。然后红色的，那脖子黑了，又直接放在右。红色的包，给它放色。白色包，书包该是外面贴的号。那这包包和它，你们把号都贴上。红色的面贴的。都补上。这是工号，还是还给干不下？对。包包来，包包几号？是在花园吗？没有。都贴。白的十四号，红的十四，红的十四，红色十五。好，然后红色和色箱子都少拆一个，十几十六，是吧？先给打开看一下，都有啊，有就行。我都记上了。十六，十七也是黄色。十七，十八也是啥？十八。是脚是皮带？皮带在这儿。十九号。咬吧，来咬吧。十九。二十是女士宝宝骨气。二十。没拆的。这是二十二啊。这个啊，这个二十，二十也是黄金摆件，黄金摆件，对，还有这个证件，放哪？放里头去。妈呀，这个拿哪？这个在箱子里头，我觉得躺着吧，再把这个收起来吧。这个 Prada， 看不进去。二十三是紫色包包，紫色，这个，好，切包，好，谢谢。这个。二十六。
要是是二十五了吧？二十五。银色宝宝。啊，嗯。二麝香，解放者。二是其实外币。外币。外币。大家别误会啊，他那个杯子里是一个麝香，然后是封存在那个杯子里，并不是我们放了个包包。然后二十七这个里面是外币，就是各种各样各国的这个钱币。二十八是少串红哈子。二十八。二十九是黄金月饼。金月饼。你打开看看，你记得号对不就行？应该对的。啊，黄金月饼，我以为是个啥？啊，三个是小串，这个是也是白的，这个。OK， 白隐形的近视。你不用动云台，动一下。三十二也是这个包包。嗯。那刚才是三十九，三十九你要调什么？拿个透明胶布把口分一下，别掉出来。封完在那个四十二号。啊，四十二号。四十三是银行卡塞的。就。哎，银行卡了。没拿了，塞着。在的呀。银行塞了，你得写四十三。四十二、四十三到时候吧。四十二是奖，四十三是。我写叉。四十三，四十三。那几块装的了？你这填一百四十三。啊，对的，四十三卖的是。啊，我他那没有填呢。我老板四十四打四十四四十四四十四的又上来长安就完了木质长安就是木质四十四周用也算了第一条第一四十四对一分钟这个是四十四分两两双的四十二得一四十二得一得一然后这款四十九有啊，这个往下滑对句嘛，往下滑就能找，往下滑就能找。咱们来截图，截图就是这。是不是五十二那个？厨房月，清单查分清单内够啥的，够啥的，拿完俩，够啥的。这个是不非常切了，原物。是啊。那我拿个原军原物留的，我这边人就是拿钱也。哎，这个要不要缝住？缝住，缝住吧。来缝了。封条在那个里头。啊，那缝缝。太热。那不他都又干了。那个里头。啊。又把它干出来了。在原地。军留军，对，缝的，他妈就把那弄出来了。这是不是咱缝？脚上哪咋弄？给他带点吃的，给他带点吃的。这行，告诉我，告诉你。
倒了，差不多，这边差不多。不是，这是薄荷酱放不下。薄荷酱，先找个纸箱子啊，什么意思？还有香香，再匀一个香香吗？来。这不是他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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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那边还没在，嗯，晾一晾放吧，晾一晾。要先把那个包包满了，把那盖着吧。嗯。这两个能不能放满盖了？还能放吧。不是，它这个机动车主要是这个这些都不放都不用是吧？余光，这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个52机动车那个。机动车这个证书是吧？嗯。这存了，都拿走。啊，这个。这不用啊，这是人家的酒喝记录。嗯。这什么？还有古今证吗？啊，古人家什么年代的人看看，我看看。他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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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的。农场土地全国验证，那年年年四月二十八。啊，算了算了。这块是家里摸的。好，算了。喂。算是05年的，05年的，对啊。现在这个我们镜头前对的这个三个储物箱就是。刚刚在这个衣帽间里搜查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财产，这个还有两箱酒。嗯嗯，他这个主卧查不查了？不查了。主卧刚才这样已经查过了。嗯。床这个床呢？床。原床里头没东西。嗯，没东西，行，走。那个家伙，嗯，还有一个，主卧就不查了是吧？咱现在只需要查查这个客厅的这个物件。对，客厅再查一下就好。嗯，那还没清理完，那还有。啊，行，走。是不是得叫当事人呢？哎，嗯，你这儿倒挡着。这儿没装，都装箱吧，一家一家怎么装箱吧？哎，那家装完了吗？他床上那个呢？装完了，床上那东西呢？不要，嗯，我想没用，没用。这个一会儿拿下来，我家马上就下午两点可以穿上就去上班。找到没？哦，那给人家恢复原状嘛。嗯，把盖子，盖子那个先拿下去吧。盖子行，我一走。看看忙不？这个还能放吧，放那边。这不是吗？能放。放那边。进房吧，进房。我关了。然后又来。要饿了。哎，干啥呢？啊，老哥，干啥呢？好，两箱五粮液。这个贴标了吗？贴了，贴了。贴42。贴了没？旁边那儿贴着呢。贴着。慢一点。试试。这不知道多少年放的，贴不出来。不管什么年份的五粮液才贴不了。
最少也七八百。一千，基本上一千起。一千五。一千五两百。一千五。暂时不太懂，不懂不懂。人家喝不下，再喝一下。我是还不喝酒，人家也喝不下。中午冲不过来。哎，这不是不是，哎，哎，没事。看，搜查不止息。不是，没有，不是，还没看呢，搜查还没看呢，客厅还没搜呢。那咱先把那个，嗯，忘了检查。什么东西？喂。经济。哎，你这把手机喂？没有呀，我这就是我给你看，我在推荐吧，哦，师傅，好，我有，来了吗？没有呢。先封还是先搜？先封。先着热，我看一下。嗯。哎，姐呢？嗯。啊，直接放那。嗯？我直接放那。他把档期给这放了。那就往里放呗。走。哎，当事人呢？这不好解决掉是吧？这两个酒给它放边儿。看个奖，那个假开蒙小时。嗯。这行吗？到东西响不高了。够。这装，走，拿来。啊？不是那个放包那个还能放。好，来，不是放我这个能放。走。放不下。总在咬人。哎。得。好，来，不是放我这个能放。走。放不下。总在咬人，这得了。那包那个箱，包放进去。那个箱专门放包包。过来，好。不是，这么搞，把咱想象的中国吃过来。不是。不用不用，这个标你标这号也是从一开始标的。啊。来吧。一会儿把它记上矮一点吧。走，矮一点行吧。包放里面去。包放里面。这没有那么多东西。是不是？嗯。来，你叠下去。写那宝宝。啊。你直接用笔前面给他记个 A 吗？对，二五。A 二五。今后二三。二三二五。二三二四五。把宝宝打进去了，你。怎么也没等啊？真是不问这个东西，都当挂耳压心了，是不是？对不对？把毛球挂上去。放不下了，咱这箱子。没事，这个包轻的很，没事。来，转头，背后那俩包也登上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个 LV 的这个女包，这个也是个 LV， 这个刚直播间有人说这个叫什么来着？对面东西倒一下，看继续。啊、这个东西不是东西。我等一下，行。
你按，你别给人搞坏。哎，来，给我发现两个，这次可是正号牌好表，卡地亚的，这次我认识。开开呢？嗯。哦，这个是。淘宝上35000。是真是假的吗？之前那个。人家说是几百是吧？富贵东家子不是你们那儿的？哦，不是。哎，清水的？清水可能是。那不是跑到了北京鉴定是个假的吗？是啊，那啥呀？都转售。这你们服了，我不敢拿。嗯。这个服谁看好呗？拿好啊，咱不管人家这个是啥队，咱直接给人放，拿好吧。这放这儿吧，你这放不下。大家其实可以看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现场的在财产搜查。光这个女士名牌包包是搜到了两大储物箱。重不重？不重啊。不重啊。还可以。那这么找呀？然后现在登记的是刚刚我们这个执行法官找到的两个手表，这卡地亚，这不知道是不是蓝气球。之前去年我们直播间卖过一个那个蓝气球。小张同学，你把手表给我。嗯。过去也行。那个男子，卡地亚叫什么？你挺着长得像。地球的第一亚。这个是个。这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表？这是先封吧，我也不认识。啊，对，这个也不认识。来，咱搁直播间。这个是个什么表？嗯，被封住了。对，贴到后面。镜子来吧。等等啊。嗯。这是什么？这个老板。老 boss。哦，不是他。问当事人吧。这个。嗯，那你好，要这个是个什么表啊？我们要登记一下。那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你就写吧，你就按这个英文来写吧。不是江诗丹队，不是百达翡丽。不是江诗丹队，不是百达翡丽。哎呦喂，吓死我了，这个狗。嗯，对，现在是对这个另一个房间的这个物品进行。嗯，对，现在是对这个另一个房间的这个物品进行登记，然后封存。这三个包没放齐哈。嗯，当然就换了。嗯。好的，九步的账。下去把他那个封的那个包的，是吧？两大箱，两大箱准备。两大箱女包，是吗？猜一下，不是找空的。没拍，封起来了。这个炉子有这个呀。我这群里的还开的群里是啥？一进前都有，就过来抽条。哪个群？哎，插风管的这个汤姆。
红铁车。走，弄好了。车。冯杰汉来的啊。这是他本人名下的吗？不是，他，反正他现在可以开驾驶的。驾驶的车。嗯。啊。看到不见呀。把这个画开转，画开转，画吧你画。对对。外壁吗？往外找去。嗯，对，对着单儿来放。嗯。它蜡一样。对对，这黄铁匠的对。这是个这是其他货。这是个啊、哦、铁器。嗯嗯。来来，把这个放进去。这对这个慢一点慢一点。嗯，黄姐放里放里，这把这放不得，这放里，这放里。嗯，这放。慢一点啊。没事没事，咱自己有盒儿，没事。或者那个，把这个就立起来。嗯，把那个红盒立起来。红色子对，红盒子立起来。哎哎，刚飞。哎，过来，他这个是碗呀、啊，他这个碗。对，靠边靠边，这个立上。对，那怎么立起来？啊。你放你的去。哎呀，我看一下。哎呀，这个牌不行。不行，这个单独拿吧。哦，这样可以。放下。哎、啊，先放黄酒。有了。这是啥酒？现在是这怎么放不下？这放不下，再拿个箱子呗。哎，为了抢放不下，放不下了，还又少还少箱。哎，插孔那个东西，那几个几箱了？都带着呢。导航走了。满了。哎呦，怎么了？还有几个东西放不下？你这有纸箱吗？哎，你要纸箱吗？不纸箱。我没有纸箱，再我拿糖纸箱呀。好。那个吧。哦、咱底下不是有人，哥让你咋又回去拿的？新的。行，先把这装上。这个没放。不行，再找个人再送个箱来。嗯，对。别，没事。先想想。没事，我们已经订好东西了，给送箱要等一会儿。咱客厅还没搜呢。好的。王老板。嗯，还有，没箱子了，等等呗。酒啊！慢一点。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行。